由学修喺 Facebook 爆被分手，唉，听落真系几惨惨猪嘅。不过原来除咗佢之外，仲有好多艺人都试过被对方单方面宣布分手噶。好似今年六月咁，50岁嘅李丽珍同好朋友张文慈去台北旅行，张文慈一句傻猪忘记佢啦，太约不合穿，勉强着也是痛。代珍妹宣布同著名填词人潘月良分开，被分手嘅潘月良就喺微博写咗呢一句：为九年情作终结啊！2012年，胡杏儿突然单方面喊住同传媒宣布同黄宗泽8年情玩完，更指之后男方嘅事同自己无关。据知杏儿咁样做，黄宗泽完全唔知情噶。2011年6月，同李永豪拍拖9年嘅思琪妹突然间单方面宣布分手，兼另结新欢5岁。事前就冇先兆，搞到李永豪当时情绪激动兼喊晒口，李家鼎仲代仔出头，双方事后揭骂战添啊。